居水马龙，川流不息，香港都市充满无限活力，但是世事万物总有完结一日，一班年老露宿者更加境况恶劣。其实如果你讲六十岁这班呢，我们称之为都是可能比较年老无依的一班露宿者啦。如果他瞓得在街呢，可能就因为他跟他家人的关系都麻麻地，或者已经去香港都没有亲人，已经过了身了这样。那变了在即他自己年纪老，又在香港没有一个即支援，没有一个 network 去支援他。其實咧，連婆婆我哋初初遇到佢嘅時候咧，就知道佢係喺即係佢休息嗰個位置附近咧，佢係有租屋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因為佢租嗰個地方都成三四樓噶，咁變咗佢你哋都見到佢咧，其實佢條腰嗰個脊椎係彎咗嘅，咁所以佢出入比較冇咁方便啦。咁其實我哋遇到佢之前咧，因為佢有次落街買餸，咁就落樓梯嘅時候遇到啲意外，咁就唔小心跣親，咁就揞到條腰，咁變咗佢即係揞多幾次之後，佢自己都好驚，究竟即係唔知邊一次會出事，咁就索性佢自己唔敢再翻屋企，就喺街度休息啦。咁你做咩行得翻唔翻屋企休息啊？你行到上去又再跌落嚟，又驚。你擔心唔想再上翻去係咪啊？唔係，咁你要行到驚跌落嚟啊嘛，咁所以咪由得佢先。你想不想家人過來探你啊？一定想啦。不想你都是鬧我，你都是鬧我，一來他又鬧我，是不是？你過來就鬧以前說，我走一步，你又走一步，你跟著我這樣，我跟我女兒鬧交，當然不是啦。你說阿哥啊？大佬啫嘛，大佬，我大佬做細喎。而家大家都老啦，邊有咁好中意啊？你又唔讓我，又唔讓你咁樣啫嘛。家下我女同我鬧交，佢冇同我鬧交。唔會。如果而家見到大佬，你仲會唔會同佢嘈啊？嘈咩咧？講嘈舊時嘅嘢，佢唔中意啫嘛。哦。如果你我從來不識同佢鬧交。唔係咯，你在意佢，佢在意你，先兩個喺度嘈啫。咁阿哥就話驚嗌交啫，阿女咧，阿女有冇方法揾到佢啊？哇！我哋揾唔我哋幫唔幫到手？你揾你嘅兒啫，你揾佢咯。佢俾個電話我，隨打電話揾你咯。我揾你有啲事同你講。點知佢或者係揾我，我又唔喺度，亦都唔頂啊！我嚟揾你。佢有冇留到電話俾你啊？嗰時？冇啦，有我心都講啦，有我自然打電話俾佢啦，甚至我話佢，叫佢打電話翻嚟俾我。點不知自己塞咗個存折，咁個電話都俾人攞。電話公司，原來佢轉咗個電話落去轉帳，我真唔驚。電話都唔喐啊！再問佢話呢個我唔可以，我要翻號碼得唔得？唔得，得唔到喎。嗯。而家有乜用啊？我要翻去等人打俾我揾我啫嘛，我係咪？往往係個老人家申請綜援，就叫佢啲仔女咧簽一張紙。去證明佢有冇供養個父母，因為仔女俾父母嗰個心意或者嗰個生活費咧，就會計算落去呢個老人家嘅收入嗰度。咁綜援咧就會考慮到，如果呢啲仔女俾咗幾多錢咧，佢就會當佢收入就減咗佢啲綜援金嘅。咁對於有啲嘅老人家嚟講，
雖然佢有仔女，但係啲仔女可能個收入都唔係好高嘅，佢亦都好難去開口問，可能啲仔女自己都唔係好掂。咁好啦，如果佢要申請綜援咧，福利處就叫佢你叫啲仔女簽呢個紙啦咁樣。第一個老人家好為難，佢點去走去揾個仔？你簽咗張紙話你唔供養我啦咁，咁呢個係一個好冇尊嚴、好冇面嘅事。對啲仔女嚟講咧，又覺得即係好似夾硬要我認自己係衰仔，我唔供養父母啦咁。咁咧就住呢一個咁嘅程序咧，好多老人家咧都變成有需要佢都唔申請綜援。要細我都講呢啲咁嘅説話。你咪細我當你係細啦，就唔好心中㗎啦。如果我喺大區當佢細，咁耐冇見佢，我掛住佢㗎係咪啊？哎呀，分分鐘掛住佢，問你問佢。點樣？自己啊嘛，點解唔掛住佢啫？有冇方法我哋幫到手你揾佢啊？而家你點會揾到佢呢個同學？我電話佢咯。你記唔記得佢？拎咗個電話。我邊記得咁多嘢㗎？我自己個心機嚟㗎，都唔記得。記得人哋個電話。阿女叫咩名啊？桂平。桂平。